大家好，韭菜不要再炒着吃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独特的做法，做出比大鱼大肉还香。我们用自己种的韭菜做一道独特的菜，焯韭菜的水，倒入油，让韭菜更翠绿，营养不流失。水开，下入韭菜，20秒，马上捞出。马上放入冷水中，冻干水分备用。把水控净。家种的蒜味道更浓，生抽、香油、蜂蜜，搁糖也行，少许盐、鸡粉，搅拌均匀备用。加一点水淀粉，鸡蛋滑嫩不容易碎，色拉油，把油刷匀，1分钟盛出。第二张烙好了，出锅。倒入灵魂料汁，美味的凉拌韭菜做好了，营养丰富，爽口解腻，开胃又下饭，做法又非常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快点来试试吧。